你跟那个严老师说的一样，心里已经没有他了吗？来吧，请拿箱子里的记忆。我看男生放在里面的这个记忆是一张车票，是吧？对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觉得现在交通真的很发达，而且我其实心里真的特别喜欢他，因为我俩在一起也一直都4年了，我可以去看他。好，明白了，就异地，我还会守护着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好，女生。你那给的什么呀？什么记忆啊？我那是一个就是狗证儿，我俩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就一直说想养一只狗，就是我现在去宠物店买了这只狗，还是希望我们俩以后能在一起重新开始，就是养一只小狗。行，请回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好，来吧，看这里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行，热了就好，啊，来。